哥，但是其实我是叫 Jason。那么我很好，今天有这个机会要跟你采访一下，因为我昨天听了你的竞争，真的是很厉害，很厉害哦。那么先开始，你可以自己介绍一下吗？我是中国云南省的，叫陈美芬。很高兴认识你芬，然后芬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你本身哦是来自中国云南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我想知道一下，你是怎么样接触到我们这个 Aura Pants？ 难道为什么你又对我们这个 Aura Pants 那么有信心呢？之前我姐姐用过嘛，我姐姐用过，她说比较好，所以我就想用来试试，来穿了效果还是比较好。哦，那么芬，我想问一下你，那么你建议跟大家分享，你是什么原因你会尝试我们的保健裤吗？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吗？就是第一就是经量太少吧。了解了解，也就是讲说你每一个月来月经的时候，你月经的那个分量会比较少。那么我听你姐姐讲，你也是一名裁缝师对吗？那么裁缝师应该也是有很多腰酸背痛的问题吗？对吗？对的，就是做裁缝的，平时做裁缝嘛，做很久就是腰酸背痛啊，颈椎那些问题比较多。了解了解，因为长期时间呢，我们讲说坐在一个同一个姿势上，那么很多时候都让我们腰酸背痛。那么昨天听你分享这个裤子，让你减少了你的腰酸背痛这个问题哦。那么我想问一下，其实你是抱着什么心态去接受我们这个裤子呢？我还是说拿来试试了，就抱着试试的希望。那么我之前就有听你姐姐，还有刚才你之前也是跟我说到，你本身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子宫寒，而且每次来月经就比较少的数量，对吗？那么你这个问题你有去看过医生还是调理吗？就是吃过中药啊，那些做过一些调理，但是还是不见效果。这个月穿了那个裤子，好像更好了，调得还算不错。我穿的还不久嘛，才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。反正这来讲，其实你是7月20号当天第一天穿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我记得那天你跟我讲，哎，帅哥，我已经收到裤子了，然后我就要开始穿了，然后我就 OK 很好很好。然后你第二天就跟我讲，哎，我昨天穿了这个裤子哦，我晚上一直很拼命上厕所，然后听了过后真的很开心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但你这样子讲，我就知道其实你应该是有水肿的问题，因为很多顾客有水肿问题过后呢，他们穿了我们的 Aura Pants 隔天或者当天晚上，他们就很拼命上厕所，然后就想到，哎，这个真的是很好的见证，要把这个这样好的见证分享给更多的人，尤其是你跟你姐姐一样，见效的效果很快很快，真的是很开心啊，真是。好像比较轻松吧，甚至睡眠也比较好，这两天。很好嘞，还改善你的睡眠。那么你脚酸那些腰酸背痛那些问题呢，有没有怎么特别改善？腰酸倒是这两天好像没有太大的感觉，可能下个月会更好。那么芬，我想问一下你哦，你在没有穿我们 Aura Pants 之前跟之后到底有什么分别呢？你觉得呢？没有穿之前好像走路好像很笨重的样子，现在穿了几天好像走路好像走得很轻松一样。很好嘞，也许就是之前可能你有这个水肿的问题，所以那些水分一直在你脚面，所以你走起来可能会比较笨重的感觉。好，就是那些便秘那些都好了，以前嘛一天两天才上一次厕所，现在是每天都。就是讲说Aura Pants除了改善你这个水肿问题、腰酸、脚累的问题，也帮你改善你便秘的问题，哎，很好嘞，真的是。有些时候一天上，有些时候两天才上，现在是每天都有上，一天一次、两次都有。哇，很好嘞，原本是要透过Aura Pants改善你子宫寒冷这个问题哦，然后现在又多一个额外的收入，就是它帮你改善你便秘的问题耶。对了，粉，我那天也是听你讲过，你穿了我们的Aura Pants一直放屁放屁放不停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多。放心放心，放屁是正常的，因为其实已经很多见证了哦。Aura Pants 帮助很多人改善我们讲说腹部胀气这个问题，因为很多时候当你腹部胀气的时候啊，你很辛苦，然后那种气不知道跑去哪里。那么我们讲说穿了 Aura Pants 很多顾客有这个见证，就是讲说他们穿了 Aura Pants 他们可以一直不停的放屁，把肚子那些胀气全部排出来，很舒服，很好耶，这样子。那么芬，我想问一下你啊，那么穿了 Aura Pants
你来月经跟之前你没有穿 RPS 来月经的分别是什么呢？你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吗？比较多，比以前多了好多，就是我好像血块那些都有排出来，黑黑的。哇，穿了 RPS 还排出血块，而且尽量还多了，不错嘞。那么之前有这个问题，有排过血块出来吗？之前？没有，以前没有，差不多1年多2年了吧，没有见过血块那些，而且尽量很少很少。这个月差不多2年了，很少。哇，也就是讲说，其实你这个月经经量很少这个问题，已经接近要差不多2年嘞，很夸张嘞。那么分我问你，这样你满意我们这个 RPS 吗？很满意。哇，真的真的很开心，听到我们的 RPS 帮你改善那么多的问题。因为我们是讲说，啊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不断的分享 RPS 给身边有需要的人，希望通过 RPS 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身体的健康。那么我想问你，你觉得裤子有帮到你吗？应该有帮助吧，慢慢调理可能帮助很大。放心，一定可以帮到你的。只要你坚持这样子穿我们的 RPS 就可以了的，因为我们相信有 RPS 哦，因为已经很多个见证了，RPS 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血液循环这个问题。那么今天如果当你的血液循环改善的时候呢，那么你们讲身体很多问题都能够改善。然后你本身是在中国云南嘛，那么我想问你，因为在中国云南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，或者是没有接触过我们这个 RPS，但是今天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者，只是短短6到7天哦，你就可以看到这样好的效果。那么我们讲，很多人都觉得这样子一条黑漆漆的裤子帮不帮到啊？那么就觉得我应不应该花这个笔钱去买这样子一件裤子？那么分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者，我想问你，你觉得投资一件这样子 RPS 去帮助改善健康，你觉得值得吗？你当分享一下。值得去，值得，应该。真的真的很开心啊！听到你们，因为我之前是先认识你姐姐，过后再认识你嘛。然后你们两姐妹的身体的调理反应真的是很快。那么先讲你姐姐很快就看到效果，很快就想说身体又那个体重又下降啊，尺寸又改善了啊。哇，你们两个真的是很快耶！那么我们讲说今天呢，因为又帮助到你姐姐，也帮助到你，真的是我们讲说这个是一个缘分啊。那么真的是让缘分让我们帮助到你们，让你们了解 Aura Pants。是吸收的还挺快的，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对我来说。那芬，我想问你，你平时是怎样穿我们的 RPS 啊？一天穿多久啊？我呢，每天24小时都在穿，就是冲凉的时候脱一下，就是洗的时候脱一下，不洗的时候平时都在穿。对对对，买了就要穿，而且还要很勤力的穿。今天有穿吗？现在洗了，今天洗了。明天，如果今天啊，明天就穿了，明天就开始穿，就穿，一点都不脱的，不管它热不热。哇，非常棒哎，芬真的是没有听到这样子穿很好嘞。不过芬其实跟你讲，今天我们的裤子真的是通风排汗，而且除了通风排汗之外呢，我们还抗菌跟防臭，所以不用紧，你自己本身穿过，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很好。今天芬真的真的很谢谢你能够抽出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么棒的见证。那么我希望我更快可以收到你更多的好消息哦。那么我们要就跟大家讲拜拜喽。OK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的分享，拜拜。